作为在音乐、影视、电视剧三大领域均有所建树的张卫健，其演艺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1990年在电视剧《欢乐山城》中，张卫健饰演乐天一角受到网友关注，随后在2000年凭借主演的《聪明小不懂事》走红。一、演技独特的影视剧多。独特的喜剧风格是张卫健作品最大的亮点，不知老师是他的名角，他一向意气风发，能言善辩，英姿飒爽的面孔，机智的思维，独创的说唱是台词，钢筋灵活的技巧是他最大的特点。张卫健的风格不仅体现在他的无知老师身上，还有小宝与康熙中的韦小宝，方药神探中的方天耀，无双的世界中的戴纯银，小喇叭在 A 计划等。他的演技从容不迫，虽然都是喜剧风格，但一点也不做作，流畅自然，每个角色都大致相似，却有着不同的内心世界，而这恰好是他们演技的集中体现。尤其是1996年的 TVB 西游记让张卫健一炮而红，也因为这部剧直接剃了头发，一直保持着光头形象。张卫健也有很多戏，但大多都是客串，跟他本身的喜剧特色有直接关系，比如超级学霸中的陈大雄，往事之铁鸡大战蜈蚣中的亚擦苏，都是以搞笑为目的的角色。二、音乐成就。张卫健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也极为经典，如小宝与康熙主题曲你爱我像谁，隋唐英雄主题曲真英雄，少年英雄方世玉主题曲最是臣和西游记西部主题曲等等，都是不可磨灭的经典。音乐方面基本涵盖了爱情、武侠、伤感等等，歌声略显沙哑，也举办过很多场演唱会，票价不菲。三、上一部雷剧。在影视剧和音乐方面都颇有成就的张卫健，从2012年开始连续上演雷剧，让观众感叹不已。隋唐英雄系列共四部电影，张卫健在其中饰演两个角色，分别是程咬金和程铁牛。众所周知，程咬金的形象憨厚憨厚，风趣古怪，而张卫健直接把程咬金演得油嘴滑舌，戏谑的老炸条，自始至终都是啰嗦的风格。其原汁原味的台词风格在这部剧中也是极其无厘头，想杀就杀，如果我皱眉眨眼收紧鼻子咽口水咬牙歪脖子弯脚趾，我就不是程咬金。张卫健之前谈过韦小宝的台词，凉风有信仰，秋月无边，多亏了我那份被宠坏的心情，就像活了一年，我虽然不优雅潇洒不温婉，但我有博大的胸怀和强壮的臂膀。对比发现台词明显粗俗了许多，演技也没有任何提升，反而让人反感，四戏无疑是武侠雷剧的天花板。笑傲江湖中的青竹翁也是张卫健客串的，他是隐居高手，不问世事，只谈高雅音乐，却被饰演为盗贼脑筋的滑稽角色。如果说这一版笑傲江湖是失败的，那么霍建华饰演的令狐冲和张卫健饰演的青竹侠绝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包括少年张三丰中的张君宝，不管张君宝年轻时是不是性格古怪，但老张三丰身为一代武林宗师，应该稳如泰山，不骄不躁。张卫健还一如既往地扮演着张三丰活宝的形象，让徒弟们开心，实在是太违背观众的感情了。张卫健演绎的经典形象更多的是早期不认识老师的角色，方天耀、韦小宝、孙悟空、戴纯银，他变成了戏剧，也难怪网友会说他演什么都像他自己，看多了真的没什么新鲜事。